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来玩那个百人大战啊，修飞车手游里面百人大战，拿到一个浴火啸天，因为这里面只要赢了别人是吧，就可以拿到别人的车，有的时候抽奖就结束对吧，可以拿到一辆 A 车，这边就拿到一辆不错啊，浴火啸天，这辆车还挺多人喜欢的是吧，造型比较好看，比那个霸天虎好看一点啊，而且那种波纹是吧，车上的那种是吧，那么多尖刺啊，因为在这个政府也没有办法这个拿了这辆车玩了、反正就只能在这个百人大战里面体验一下啊，来体验一下，哎，这辆车还是挺炫的。现在跑的这张图是11层是吧，11层还是挺多人玩的，也挺好玩，就是反正就是练技术的一层啊，练技术的一张图，先是转来转去，这边 A 车针尖是应该是满大街都有了，大家点圈 A 车啊，这个是最后一轮啊，百人大战的最后一轮，有机会拿到一辆这个 A 车。原先前面的是拿到那个荣耀之光，然后就用荣耀之光玩了几局，还是不错的，确实比那个针尖好玩一点啊。针尖那个车感觉太小了点，虽然说是 A 车啊，但有的时候跑起来速度感觉还没有 B 车快啊，就是有碰撞加速的，这可能是技术问题啊。在这不同的一天，我穿着不同的鞋，不同。走在这普通的街，掏出普通的耳机，找点普通的感觉，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，踩着普通的鼓点，世界随着我旋转，这让我普通的开启单曲循环，跟着普通的节奏，身体普通的抖动，这普通的最后一秒攻击的时候我居然被石化掉了，差一点点，如果刚才没有并不飞到我前面去的话，我可能还能拿个第二名是吧，不过也不错了，拿个第三名也挺好的，这个百人大战坚持到最后打到6轮，能打6轮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。